11月24日，福冈总决赛男单决赛，王楚钦4-0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，夺得男单冠军，实现在总决赛的单打三连冠。王楚钦上一次夺得男单冠军还是在5月11日的沙特大满贯，如今时隔197天在单打赛场上夺冠。对手主场作战，第一局的王楚钦表现极其出色，以10-0开局，这一局以11-2顺利拿下。第二局王楚钦4-1开局领先，但随后张本智和强势爆发实现反超，8-0之后的王楚钦连得三分，以11-8顺利拿下。第三局王楚钦打得气势如虹，以7-2领先张本智和，虽然对手缩小分差，但这一局的王楚钦以11-7拿下，扩大领先优势。第四局王楚钦稳扎稳打，他保持良好的状态，成功拿下，大比分4-0击败张本智和，取得胜利，夺得总决赛男单冠军。